东西才能拿到楼下。准备好我们的东西，刚刚拿到楼下，现在在等车子来载。这两个是椅子，然后这是地垫 ，and then 这个是我们的床垫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日用品，然后现在是吃的跟我们的睡袋，然后这里有相机支架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天幕，然后有一些东西是已经拿上车了的，这里是另一部分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在路上，目前在还在马六甲。by the way， 现在是下午的11:49，然后我们预测到了那边应该是下午2点 ，set up 到了应该是3点左右。我们在那边吃饭。我们这一次去的这个地方是在乌鲁央，它的名字叫做 Kems。我是去了那边第三次。基本上那边是因为它有山有水，我觉得环境真的很不错，我有在小红书介绍过大家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等一下会拍给大家看。School。这里之前，大家记得先做好网上的预约。
定要口播一下它的这个 spaghetti carbonara， 真的很好吃，大家一定要来 try。大家，我忘记 ending。By the way， 我安全到家喽。大家 good night， 拜拜。Thanks for watching。